是大运场边最凶暴乳正妹。回原车头灯太巨大，看的观众都头晕了。最近在 IG 上又发现了一位身材超好的是大运正妹窝，她拥有性感的欧美外表，长相疑似女星谢佩恩，在比赛现场引起了超多关注呢。这位正妹叫做 Caddy。她总是散发出迷人的气质，笑起来非常好看，在网路上相当受到欢迎，追踪她的粉丝可是相当的多。可以和 Caddy 一起欣赏是大运的观众们真的是非常幸运啊，可以边看比赛边欣赏美女。喜欢 Caddy 的朋友们也欢迎去追踪他哦。